高兴本所司马仲达国际法律事务所今天能够参与这个特斯拉 Model 3的一个隔音质证的工程。那隔音质证工程是需要透过一系列非常精密的一个计算跟测量的。那很高兴本所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精密的一个见证。大家好，在这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完全为了我们车上的设计所打造的，这个是来自于日本从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防火无毒的这个质证垫。那这个质证垫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那在日本是获得国家的 GIS 的防火与 GIS 的这个无毒的认证。那这个质证垫目前使用在日本的这个新干线的车厢上，那并不是所有的新干线的列车上面都有使用，而是使用在哪里，在日本新干线的商务车厢上面来做使用。那这个我们以下来为大家做它的防火特性的这个测试。来，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不管是世界上或者是在台湾也好，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质证垫，不外乎它的长相大概就长得像这样。这是它的正面，表面会有一个金属层，这是它的背面，后面就是黑色的背胶层。那这个全世界不管是哪一种的黑胶质证垫，它的组成分子大概差不多，当然配方成分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毫无疑问的我们试坐在车上来讲，是以它在车上的粘着性与附着度越高，代表它的吸震效果会越好。那我们在这边做简单的玻璃测试，一般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这种我们用在车上的质证垫，通常来讲会有两层，为什么呢？来，第一层就是这个胶质的吸震层，第二个是金属隔离层。胶质的吸震层最主要作用在吸附我们车子因为行进间而造成的这个震动，那它吸附，可是吸附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吸附掉，所以呢，为了避免没有被完全吸附的震动穿透出来的话，来，所以一般它的背面会有一个金属层作为第二道防护的这个手段，万一没有被完全吸震之后可以被它做阻绝。但各位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般外面房间的质证垫，我很轻易的就把它给剥离了。 OK， 我们再做一次实验，这个是它的原装块黑胶，就长这样，很轻易的用手就可以把它撕开，很轻易的可以把它撕开。再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它的材料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再来，这个呢，我们跟大家一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背后，它的背后这里呢是一个米色的这个背胶层。它呢是由这个日本的这个积水化学公司所研发生产，那呢是由我们在台湾的帝博汽车科技音响有限公司所代理。那首先我们一样做同样的试验，我们去做玻璃的这个测试，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它基本上你几乎是无法把它给剥开，你差不多就是剥不开它。它的粘性非常非常的强，粘性非常非常的强。再来第二个，我们试坐在车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在车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你可以没有效果，但是你不能没有安全。所以我们最简单的，行车在路上又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哦，会产生可能因为车祸事故，可能因为追撞或者是自体，可能会发生有燃烧的这个情况。来，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在车上一旦发生燃烧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安全带等等把你卡住，所以用在车上的材料，全世界各国用在车上的材料否车规的为什么会特别的严格去规定，就是这样子。那我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防火的这个测试，这个是我们刚所看到的黑胶材质，这是打火机哦。一、二、三、四、五、六，来，你可以看得到，它不止没有消失，而且它会越燃越旺。为什么？因为这一种黑胶材质本身它是带有油性在里面。OK， 来，再来的话，我们来试着点燃我们自己的材质来试看看哈。来，一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位仔细看，我把它移开，火立刻消失，这个就是防火。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不是防火，还有第二个验证的标准。来，你可以看它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的产品起燃点是在200度，但你要真正到它碳化的这个碳点是在300度，所以很简单，各位可以看得到，我把它给剥离的时候，它的里面呈现的一样是白色。什么意思？也就是刚刚我们只有伤损及到它的表面，可是它的内层其实并没有被伤到的。也就是说，以这样子的厚度，它要完全整个被烧透过后，它的效果才会完全的失去。好，这个就是我们日本所代理原装进口的这个防火的这个自证材质与一般市售的材质所最大的不同点在这边。哦，宁愿你可以做了没有效，但是你不能没有了安全。各位，你去试想一个状况。如果真的很不幸，你现在就发生了车子点火的这个事故的时候，如果你是这种材料，请问你会怎么办？那我们再试想到另外一种环境，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我们的隔音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么紧急的这十秒钟里面，能够让你很迅速的解开你的安全带？是不是这十秒钟里面就是让你可以逃离的时间？来，这十秒钟有没有很重要？有，因为这十秒钟可能代表的是天人永隔。所以请问你要哪一种？